大家好，我是譚文龍，咁我依家今日同你想介紹嘅就係我哋武當山裏面一個鎮山之寶，係張三豐祖師創造嘅，叫太極十三神。呢、這個功法咧係除咗係手腳嗰個喐動之外，再配合翻呢個運氣小周天嘅調息，會大大會增加人嗰、那個機能嗰個幫助嘅。因為我年紀大，我開始學嗰陣時咧，我係會好擔心嘅，驚我自己會唔記得，同埋又擔心自己練唔到嘅。咁經過一段時間學習之後咧，我發現到我嗰個手腳嗰個靈活嗰、那個反應係相當之好嘅。再加上個運氣嗰個配合咧，每一個動作我都感覺到我有個氣喺裏邊存在。可以帶動到我嗰個動作嗰、那個柔軟度同埋嗰個暢順度喺裏邊，動作加小周天氣嘅配合咧，一令到我全身咧都會有好舒服嘅感覺，裏邊好温暖、好舒服、好精神啊！打完之後咧，個身全身都流曬汗，但係全身我唔會覺得攰喎，我會覺得好精神、好舒服。打完之後，第二日翻工去翻工嘅話咧，我會更加覺得。我人好精神啊，好精力充沛啊，唔會有攰啊感覺。